是女子组合 BGS 的主音 CC。我是 Toby 陶飞。今天在这里平安夜，祝你们平安夜快乐 ，Merry Christmas！ 今晚大家玩得开心啲，平平安安。好，咁我哋咧今日咧就第一首送俾大家嘅歌咧就系、是《奇乐你为师回信》，希望你哋会中意啦。面红，顽强到最高，争取你认同，才年年月月晚晚朝朝晚晚变成了个伶仃，明知爱这送又系痴，那岂是行事？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BGS， 喺度祝大家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其實呢今次呢是我們第一次在街上做 busking， 因為呢其實之前呢都即見到很多 artist 都會在街上做 busking、其實我們一直 都比較想做想試一下是啦試一下 busking 的，所以今天呢終於有這個機會還在平安夜，我覺得是今晚很開心很開心可以跟大家很有意義是啦很歡樂地度過，是送給我們的一個聖誕禮物咯好興奮，好開心，好開心，因為係都算係第一個咁，因為以前咧可能聖誕節都係 show 啦，比較喺台上面嘅表現多。咁、今次可以即係咁親民咁同大家一齊過呢個平安夜聖誕節，我係覺得特別開心嘅。同埋咧，我覺得平時我哋通常喺啲室內裏邊唱歌，咁同我哋喺街頭嘅唱嘅時候係唔同感覺。街頭唱嘅時候，可能我哋要同啲 band 夾啊，或者好多現場嘅情況，就好似今日咁樣咧，其實係落住雨嘅。我覺得我哋第一次做 busking 的時候呢可以在這個雨中這麼浪漫的環境下唱歌是一件很有值得紀念的事，很特別的經歷、我覺得是、他們有其他的工作是的，所以今天我們就三個出來跟大家 busking 拜拜。